高负载，设备重量约15公斤，有效负载3公斤。高效率，关节最大速度180度每秒。易操作，拖动式教及图形化编程。惠灵六轴机械臂具有重量轻和节省空间的特点，关节最大速度为180度每秒，可以在多任务之间快速移动。拖动式教与图形化编程有效降低应用门槛和学习成本，拥有图形化操作页面，即使没有编程经验也能快速学会操作机械臂。惠灵六轴机械臂拥有小而强大的特点， A4622的有效载荷为3公斤，工作范围达622毫米，末端关节可无限旋转，可以在狭小空间里灵活自动处理几乎任何手动作业，是轻型装配任务和螺丝拧紧应用的理想之选。产品具有碰撞检测功能，允许自定义碰撞等级，能与人员安全协作。机械臂将减速机、电机、编码器高度集成于一体，易于部署在多个应用程序中。图形化的软件操作界面，只需点击软件的按键即可完成机械臂的设置，可以将复杂的任务交给它。设备集成，利于扭矩传感器重复定位精度达到正负0.02毫米，可以通过视角和编程让机械臂帮助您精确地执行任务。